各位看了一定很羡慕，对不对？其实哈，我上次问过叶老师，问过叶老师，他们每一位学员呢，刚去学的时候，每个身材都像我这样。然后跳了一阵子以后，你看看，每个都变得那么美妙，那么像蛇妖一样，多么婀娜多姿啊！各位想不想学啊？小妞，你想学是不是？你学得起来啦，我是学不起来。我在那边跳哈，像你那个塞水，他比较动难看哦。哎，好，我们叶老师呢，来继续带来第二首舞曲，是不是？来，大家再次热烈掌声来欢迎一下，好不好看？好。哎，来，再来，继续。